成個運動會都要搞啱曬啦！好，歡迎嚟到 Blogger 大運動會。今天就是為了鼓勵在家裡的小朋友，不要吵我們在家裡的小朋友放暑假的時候不要打那麼多機和看那麼多打機片。但我喜歡看阿 Ben 那些的。哦，阿 Ben 那些好看。好，那我們今天就舉辦這個大運動會，鼓勵大家運動，還有今天是給所有我們後面的 Blogger 是搶鏡的。所以現在我們首先最重要的環節就是選組員。我是 A 隊的隊長，你是 B 隊的隊長。係啦，A 隊的名字就叫做 Beauty Beggar 隊。我哋呢啲係暗星隊啊。暗星隊，我哋呢啲係突發隊。好啦，嗱，咁我哋猜包演習先啦。好啊。包剪揼。阿哥。我本來我贏咗，我想揀阿波子。有噶。我有，我會飛的，我會飛的，極突，我會飛的，唔好再呢啦。除咗極突之外，仲有世界地圖喺度。係啦，我仲有世界地圖喺度。OK， 好啦。我嚟噶啦 ，Miss Honey， 方玲24歲，5尺4寸高，佢嘅志願係成為成功人士嘅，多謝。特別嘉賓阿雪，好，阿雪。我阿四，你好。你睇佢瘦掹掹咁樣，好明顯唔會贏啦。人哋 TVB 啊，你阿四行開啦，細都贏咗你啦。我哋阿四嘅咩？我而家冇講隔離隊咯。我哋阿四，我知出乜啦。阿蛋咧，今日咧，你知住咧，經過精心嘅挑選嘅，而唔喺，竟然唔喺前面同埋唔喺上面，我未叫你轉，大家睇下。我做貓噶。你要明白阿蛋呢度咁重咧，系唔会做到运动。哎呀，羡慕嘅嘢唔好讲啦 ，OK 好。有啲葡萄，有啲葡萄。阿坡唔重咩？而家咩啊？阿坡唔重咩？哦，我雪姨嘅，我系嘅 Channel 节目主持人，你今日有冇入？我系 Odie 啊，我系零运动嘅，但系咁我就梗要日本妹啦。哎呀，我最中意阿蛋人噶啦。跟男朋友分開的感覺是怎樣？我不會，我不會再出包的了。一、二、三。Vivian， 好嘢，好嘢，啊 ，Vivian， 你做咩噶 ？Vlog 噶，出嚟，因為咧佢喺我哋 PD Pro 咧都有操嘅，情感肥成功。你操咗啲咩啊？減磅咯！你有冇啲嘢攞出嚟啊？即係有啊有啊有啊！啲頭髮幼咗啊！包剪得嚇！你遲出過我都係輸。點解嘅？點解嘅？因為身高嘅關係，我揀 Actually 喺網度賣好多自己嘢噶嘛，賣笑啦，賣淫笑淫淫。我要 Alice， 我哋兩姊妹要分開佢。我唔知分開。Hi， 我係 Alice。彈跳力都 OK， 咁大家記住睇我嘅 video 啦。不如咁，我哋輸咗嗰個要佢啊！你哋知我細粒有肥嗰下，係佢老公就畫翻一篇漫畫嚟串我哋嘅。我哋要啊！一、二、三，我係一個港女人妻啊！有冇搞錯？係呢件係咩嚟嘅咧？呢件咧係今日嘅公證。一看就知道他公正了，冇疑天下。你自己做公正？邊個話我自己人啊？唔係咩？你內人嚟嘅喎。佢平時習慣監察我嘛。呢邊贏，咁樣講啊。OK， 係啦，就係咁啦。好，咁圓滿結束啦，我贏咗牌。係啊。喺入場嘅時候咧，每人已經交咗300蚊嘅入場費啦。如果300蚊嘅入場費冇得退嘅，輸咗嗰邊300蚊，300蚊嘅入場費就贏嗰邊咧就會攞曬。哇！然之後咧就輸嗰邊就冇得攞。咁為咗再更加地，再更加地增加佢哋嘅搏鬥心咧，就我私人咧就會侵3000蚊現金入去。哇！咁咧係喺。是家用那裡，是家用那裡扣的，好嗎？嗱，事不宜遲，第一回合，第一回合80大包米接力。哇！
阿蛋咩你咁大包米？係啊，仲要唔 balance？ 我想講呢個對白好難，贏咗嗰個可以揀包米嘅。大聲嘅咩你？出紙啦！得，真係出紙。咁轉頭咧，佢哋嗰隊咧係需要咧係拿住呢包米當個接力棒咁跑來回接力嘅。邊個隊咧就有八個人，咁我哋得七個人嘅啫嘛。一陣間咧，我哋就要派多一個人咧就要跑多一轉嘅。咁嗰個位邊個咧？三二一，係。阿蛋，你做乜嘢啊？唔係包包大米喺邊度，你就喺邊度嘛。哎呀，我唔記得咗。阿雪翻嚟俾你，係啦，你就俾 Aaron， 咁就冇咩。咩啊？你排好就係啦。排咗。哦，好嚟啦，嚟準備。跟住我師弟。你哋有兩個人跑兩棒，你做咩會跑多咗啊？係啦，你哋太混亂咯，咪就係你哋安排得唔好咯，咪就係。唔係，就係咁簡單。唔係，我要求上訴。首先，我諗大家都好攰噶啦，不如算啦。我見到佢哋好開心咁叫，我諗都係佢哋贏咗解。乖，我哋讓你，因為你想講粗口，好公正啊！好公正啊！1-0，好，在我公正的裁判之下，红组是得到1分。